接着写道，原因是中国不允许毒品问题困扰国家，并导致每年10万以上的人死亡。原因五，中国从不侵略别国，不搞殖民扩张。原因六，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，从不在国外寻找和扶植代理人。原因七，中国从来不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欺骗、谎言和盗窃上，中国把这些视为耻辱而非骄傲。华春莹接着说，原因八，中国从不称霸世界，不剥夺任何国家地区的发展权，相反中国谋求共同发展和繁荣。原因九，中国从来不会为了胜利而不择手段地削弱或消灭对手，相反中国专注于提升并超越自己。原因十，中国从不向流浪的气球发射导弹，而是投资建设更好的铁路，让人民享受安全和健康。